今天表彰大会，我又可以在台上看到小石了，开心。不要羡慕他，我跟你说，学校下次有什么学习稳定奖，那肯定就是你的了。林山河，你走这么快干嘛？你瞪我干嘛？没看我那么帅的吗？石浪，你走不走？各位同学都不要说话了，来，到礼堂集合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凌华全体师生聚集在这里，召开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，表彰学习优异的同学，也希望通过此次表彰，可以团结和动员全体同学积极地投入到今后的学习当中去。下面呢，让我们有请优秀的学生代表夏石同学、陈璇同学。又是第一名，崔丽同学上台领奖。是啊是啊，长得又帅，学习又好，简直完美。夏石同学，恭喜！谢谢老师。陈山同学。到医院去，快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不要乱啊！各班主任听我说，带领本班的同学回去继续上课。其他先别动，让其他同学先走。